很荣幸，也很高兴能够代表参与今天的一个盛会。看到各位，我相信我们透过一个再造历史的现场，那以前的历史能够重新再现。我们以感恩的心回到本身了。当时我们都是一群年轻热血的青年，我们来这里来这个以众志成城的精神，我们在这里建立成我们基地。东海部队最早是福建省的一个地方部队，那么它早期是叫做福建省保安纵队。那么大家只有一颗热心、忠心、诚心，今天来守住我们的岗位。今年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西局有这么好的人文还有历史，我们要凸显它，要呈现它，所以说我们今年用文化来带动观光，把我们西局推出去，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西局，然后爱上我们西局，然后再体验我们西局，把我们东西局两个乡一起加起来，把我们的举光乡推向国际。有这个门吗？没有，那时候没有。那时候没有，就是从这里上来，可是还没有这个门。那这个门是你们做的吗？对，是你们来盖的。哦，你们来才行吧？对吧？你们知道他们家是这个，以前他们店在这里。什么？大龙炮是吧？去外面，最早去外面，去外面别人的床开过去把他。没，结果老坏子就是钻了这个木头啊。我们这去抢到新房子。闽江口，这以前是在哪里？禁区。这个禁区的时候，如果任何的船进。就我跟你讲，以前是啊，这个事情真的，我们就住的以前就是这一栋。你住哪一栋？您住这一栋？你们那时候人家是别人的房子嘛，然后你们怎么样？我们是在楼上。以前就是原来的屋主住楼上，你们住在楼下。住在楼下。你们住在楼下。在天之灵要保佑大家感恩。好，现在请问你们今天怎么样？这边是以前西方公司，对不对？怎么会有煤油跟快递系统？我们这个时候阿贝呀，在白人岛抓捕了贸易中心，白人岛有五条船，专门从台湾进。没有没有，这样你跟他讲，好运气哦。台湾金融到这里，五虎大队。毛了，以前有五虎大队，还有什么队啊？还有一个五虎八队，他名字叫八进大队。八进。为什么？八进。那那个第二大队。进嘛，那第二大八进。哎，第一大队就是五虎。第二大队就在那边。五虎八进。这个酒店也已经上这里。哦，没有五虎大队通信吗？没有，也有通信。也是这个是我们去这个公司，没有一个出来。